巧克力酱酱油，巧克力酱油法哦，感觉不好用。鱿鱼啊，八点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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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弄错，我弄错，二八七。哎呀呀呀呀！我看一下。哎，小雨。什么东西、啊？八点六。可可豆。你好多可可豆啊你！你不要。我也很多，我够多了。小雨，你要不要？还是你要雪球？我要雪，不要，还是不要雪球？八点六。雪球嘞！哇塞，好大哦！对，他逼我球，而且我这样回音呢。对，谁的回音？我的吗？好像是我的，应该是杰瑞的。杰瑞的，杰瑞的回音。现在没有了，很怪。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再一次了。刚刚有回音。等一下，我音的。小雨，八点。走开。给你雪球嘛。哦，我不要。雪球很好啊，雪球很棒啊，我这是雪球哎。你说雪球很胖吗？是你啊，好可怜，好难过哦！不要不要，拒绝重生，拒绝身上充满。刚有回音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小雨再再一次了。拒绝重生哦。还有谁有回音？你们吃雪球？故意躲，你们吃雪球？换人了，换人了。满地可可豆。因为我全部都拿到就丢出来了，我要选一个反击，都是我丢的可可豆。哦，小雨你在乱扔垃圾。好啊，所以你说那是垃圾啊，没关系。没有，那是生物啊，被你扔到地上就变垃圾了，因为你拿过。没关系啦，丢地上，统统丢地上。糟蹋食物，拒绝霸凌。你有想过非洲的小孩吗？你说他们没有，你只想到你自己。为什么是可可豆？为什么是可可豆？就是小雨八七啊！哎呀，小雨你好恶心哦！对啊，小雨你到处乱大，嗯嗯，还有拍错拉后边画面的啦，丢可可豆丢到拉画面。来，大家吃雪球喽！拒绝重生。我们今天就来玩火焰蛋。不是，是雪球，是雪球。啊，我的声音真的太小声，我应该其他人声音太大了。哦，把它藏起来。原来啊，嗯，这样还不错啊。啊，那小雨可能会整场一直有可可豆。Oh no！ 好奇，还有哪边有什么？哦，这个啊。好、欸、哦，好酷、哦，棒了！好好，把这打掉。干嘛啦？打东西，挡路，挡必挡啊！我觉得这一场会变八二三炮战。OK， 正常就好。小雨，去配发两边满满的雪球。大雪球是？对啊。好，嗯，伤害一应该就很够了。嗯，一颗十六滴。喵哈，你穿装备看看。啊，装备？不知道会有差吗？你穿钻石装。啊。会。上去。你完全不怕嘞、欸？所以装备会有影响哎、欸，那要调高一点啊。调高一点，调高一点，调个一百啊！没没有，不，别别别别别！我今天才调到八七，然后把速心弄坏。啊，是啊。八七。哦，已经试过了。应该炸我才对吧？我穿皮革装。等等等等，不要打弹，电话挡。等一下。一说全世界都在炸。一下。八滴一下。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子够了，这样够。再来会受不了。四颗星，再次。干嘛了？我只差六变七。空两，现在声音现在比较小，只有七八九九颗星哎，哇，九颗哎，听起来会大飞。大家看我，大家看我，我这招好猛哦、喔！哪一招？
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你说，然后火箭跳是吗？火箭跳啊！对对对对对，火箭跳！我刚刚你是想玩我刚刚飞超远的，七六还是法拉呢？还可以，想用你的机兵呢？而且我远看，如果开按键机，你会发生什么事？不要开按键机，感谢对谁？嗯，对。可是他会损超多血。我跟饭团老师学指令。太高了。你没找饭团进来玩啊？饭团老师，你说那个小火车吗？对啊。小火车。哦，可是小火车哦。全部都用复制而已、啊。哇，好帅哦！谁啦？一趴车，真的太夸张了！陨石魔法，等一下，天空，天空，天空，这个是那个啊，卡普的有没有？哦、卡普的，超好玩的、欸！趴车，哇！你还要消在空中的哦，不然会那个哦。随机，长天还是随机陨石哦。就随机冲，真哎呀不要！随机的话，你就要给我一点时间去做，要放一堆盔甲架。那如果人家的头上出现雪球，但是不会很快嘞、哦？雪球、欸、好像累格了、欸，那会累格啊，那会累格。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他自己弄天空那么多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把那个全部清掉 ，Fireball。哦，那、欸、他不要，那他死了，赶紧先 block 嘛，麦丁姐。不要给耶 ！Fireball 吗 ？Fireball， 对，看我一血是谁的火球哎、欸，好酷、哦！来啊，这张火焰弹让观众起来。小雨，你要配发两边满满的火焰弹啊，这种配发。对，很好很好。哦，飞好高哦！哇，飞好高哦！啊、哈记，哎、欸，有你在、欸，那可以把那个、啊、防爆是不是？防爆给关掉。防爆关掉，那地图会很可怕哦。还是算了好啦，那会累格哈，会太多无限。先讲吧。而且你的血要从哪来？啊，血已经配发下去了。啊，哦，你跟组长不一样是不是啊？还是你草地改成鹅卵石。草地改成卵石，然后你确定那个血量？因为火焰那个啊，这个火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因为鹅卵石防爆啊，防爆啊，火焰那就防爆开始跳好了。那为什么草地没被打掉？因为我原本就没开啊。哦、嗯，你们弄一下，原本草地就防爆，观众进来，应该说防火焰弹吗？太懂喽！有。对啊，怎么想的话都不是这样子。来来来，要玩的是 RC， 准备。太近打哎，会死掉。对啊，那也会杀自己啊。那距离到底要怎么做？喂。嗯，这样。就各位，你说草地换什么、啊？也要换吗？草地换什么东西？应该不用吧？就防，反正你防爆就关开着啊，就没关系啊。嗯，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就很嗨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就让观众这样。哎、欸，这雪球先收掉、啊，不然等下他们进来会爆炸。好好好，耶！终于有早餐了。放好了，放好了。为了，嘟嘟嘟嘟嘟，恭喜抢到啦！来，1.9.2，1.9.2。那个玩过就尽量让位哦，如果是小队长也尽量让位哦。这个应该，嗯，好，来 IP 是这个，进来选择绿队。等你们喽！哇，隔着墙只有半滴哦。啊，忘了跟你们说，那这间房的密码改成
这间房的密码改成这个啊。如果你们不小心跳掉，还可以再输入这密码回来。OK， waiting for you。没有，我就往你前面丢就好了。呼，就像这样。你让他给个数字，我拉一个小队长补补人数。你的数字一到二十二，选一个。二十二。敷衍的女人。BB 一起玩。1.9.2。这个。电话的爆，你刚是谁炸的？刚刚。冷静，大家冷静好吗？冷静，艾伦，你怎么飞上去了？人家就往地板砸、啊。别再弄坏了！不要这样。哎，你空中又一堆了，八七八七。那可以清掉，可以清掉，可以清掉。八七八七。来来来。喵喵喵！哎，这个 ID 好像眼熟，还吃边吃早餐中，这个 ID 好眼熟。咦，主要是 ID 好熟。哎呦，你们，哦哟，队伍，你们。我真的要选队伍？选队伍吗？一千多个，杰瑞选队伍，你们全部都要白队啊！红红是选队伍，对哈，对哈。妙蛙不选啊？选什么呢？选我们是红队啊！哎，你被打明白，妙蛙我救你，我救你。我选了，哎哎，霸凌啊！你想一件事情，当你死了之后，你就不会被人家杀。真的哦？有没有道理？有，我。飞太高了！你那怎么飞的？哎、欸，我掉下去了。这样飞太高。你没有眉毛，你是谁？哎呀，这里有个粗眉的。哎，好好棒！到底为什么一口气？小雨要不要改这样子啊？你看，眉头比较，眉毛比较那个。眉毛比较怎样？哪样？比较衰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变衰了，繁星？我一个干爹也这样画，你看这里好多人，炸一下。啊，这一个看不到繁星，然后我飞起来看。哇！哦，新纪录，四千格，就是他画在里面，然后挡在这里，然后用刘海挡住。有看到了，好衰哦！声音非常可爱，很可爱，超衰脸。你好吗？可以帮你画好啊！不要，不要，真超可爱，真的可爱啊！不要，又够好笑，老真可爱，让他看的哪里啊？这里，要小声一点，而且看着他微微看，微微低头哦，才可爱。没办法看啊！我看到了，这样有刘海的才有办法。对啊，我没有刘海了，没有刘海啦。他被炸上空中，他现在很脆弱，这样子多好。哦，马上画，谢谢提醒，Thank you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有都调好了，都关掉，都关掉。他是怎么画？七姐，好衰的脸哦。你们两个都超衰的，你们是衰人恶人主。太令我干爹啊！等下我看到他不打，就只有他我不打他，就衰。看到眉毛是不打，衰眉毛，好可爱。好啦，我们有一个后援的，后援的，我们有九个，我们八打几哦，我们八加九不是八打九，八加九。我就各位咯，杰瑞 OK， 刚刚 OK， 好可爱哟、哦、！Let's go， 嗯 ，Let's go， 行行行，
行，掉下去，谁掉下去？谁？我直接让你们通通行，行喽，行喽！哎呦呦呦！快快快！快拿，快拿，快拿，快拿！哦，对哈，有东西拿，忘记。哎哎哎！快快快快快！拿就好了。队伍伤害。不是雪球嘞，雪球嘞，啊被清掉了啊！因为上面那个平台有洞掉。没有关系，我马上，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。好，我原来不是队伍伤害啊。对，误会啊。那队伍伤害是不是？八七八七。